做下自我介绍吧，谁是老大？我。好，老大先介绍自己。我是老大。老大叫什么名儿？小梦露。哇，这么好听的名字，梦露啊。你呢？叫我壮。叫梦七。你是老几啊？老五。刚才这位是老几啊？老四。你是老四、老五、老大，那你是老三喽？你叫蒋什么？蒋广泽。蒋广泽，蒋广硕啊。哎呀，来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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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到这儿来到这儿来。这人家老师你不是，你老师也不是。你能直立行走吗？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你是老几啊？老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讲什么？蒋光勇。刚才你们唱的这个歌，你们说你们是一个组合，是什么组合？组合名叫？问道五虎。明明有两个女孩，怎么五虎呢？也要说也是三虎啊。母老虎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在生活当中彼此之间有共同的爱好吗？就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吗？肯定不一样，你看那个喜欢的就不一样。二哥您回来行吗？二哥，这个游戏好不好啊？你就带着俩去玩。你裤子吗？站好，叔叔要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。哦，我们接下来做个游戏好不好？四个人参加就可以了，另外一个人做裁判，谁愿意做裁判？好，广硕是吧？广硕来做裁判，你们四个人来做这个游戏好不好？好。这个游戏呢，我说一下规则是什么。来，你们俩背靠背啊，背靠背。我接下来说，你们最喜欢的数字是什么？或者说你们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就我一说完以后，你们异口同声的突然之间把自己的答案说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了啊。三。三。二哥，二哥，来来来。你一回头，人家都会发抖。快点，来来来来，别乱跑啊！来，我现在开始出题了。你们俩最喜欢的数字是什么？你们最喜欢的颜色是蓝。蓝。他们都是一前一后，这也玩不成啊，这啊。他们回答的倒是一样的啊。最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爸爸，爸爸。对。这样啊，我要征用两个人过来维护一下秩序来的。你先把这仨管好，听清楚我的问题啊。我问什么问题？我问三二一，你们才可以回答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们不用回答啊。你们更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三二一，回答。妈妈。妈妈。你们最喜欢的数字是三二一，回答。不错啊，没问题了。你们五个人是不是都各自有特色、有特点啊？接下来我说出你们的特点，你们自己说自己是不是那个人，好不好？你们五个人当中谁最漂亮？谁？老四。啊，老四啊，那长得最强壮的是谁？谁？陶醉本。你是最强壮的吗？你哪强壮了？我看看，你的肌肉呢？他整个就是三个字不高兴。